后就能想快乐戏，来吧。现在我用这个吧，然后随机挑选一个人 ，OK， 就黑暗初代了，来。放马过来，我才不怕你呢，还挺像的嘛。接招。走。哇，他也刚开始就用奥特之王的。我怕把他打死。给我跪下，我还要踹你一脚。接招。哇，还挺强的。完了。Oh no， 怎么使用这种下流的手段？还好没死，他就死了。给我去死。走起，他没了。停，好久了，这期的小欢喜，拜拜。